电暖气啊，电暖气，可以给我一台啊。另外，政大的江董今天也来到了球场。啊，今天下午的比赛，江董应该也是看得很开心。啊，这一次的无球掩护，翔军是没有注意到、哦，被穆伦斯给绕了进。这个缩小防守非常成功哦。Singletary 要直接开进来挑战舒志轩，成功拿到分数。Kenny Manico 直接切到禁区直线升空，哇，这才第一节而已啊，他的直升。舒志轩这边差点发生失误，再往里面带，底线阿敏的机会，带一步，选择在中距离出手。昨天对上领航员的比赛 ，Singletary 跟 Chris Johnson 其实都打得相当不舒服啊。另外一边快攻机会，酷帅高冷来一个双手扣篮，开局余果。Manico 并且到禁区吃掉了台湾喷射机。我可能这个对位的防守可能要换一下、啊。我可能这个对位的防守可能要换一下、啊。我觉得一线阶段喷射机好像守不太住了。哇，今天开赛双北大战，有刚刚辛特利罚了一球，哦是，对对对，罚进了。好、哦，我刚才看着小胡的脸，漏看了辛特利的罚球，你这样我会有点毛啊。曼尼高来地下，这边要找舒世轩，成功摆进这两分。开局我觉得我把防守比较好的杨兴志给换上来跟 Jones 对位了。曾祥军这边晃过之后，切到篮底下打板得分。前面投进一个三分之后，篮底下布伦要到了犯规，这是一个二加一的机会。三个特瑞在低位，这边要单打阿米，成功吃掉了阿美战士。哇，这球打的氛围跟打法。赛前也有特别问到吴永仁教练对于琼斯他在前面的打法，他其实认为说，不管是哪一位球员，证明国产喷射机好像还是有差、啊。换到另外一边，一攻一守都有建树的是 Kenny Manico。今天新庄体育馆是超过6000名球迷来到现场，是一个满座。大家都在远。苏伟，穆伦斯再次出脚投一个三分球，他把这个三分。洪凯杰，这个凌波微步，最后踩到禁区挑篮得分。哇，中线有点打得太客气了。其实他要更多的攻击才可以帮助到球队。你到篮底下闪过了重重人墙，把这一球摆进，还要还有14秒时间，没有选择要慢啊，还是要自己打，最后还是把两分给摆进。他真的就跟一个精量电池一样啊。曼尼高，分球到凯燕的手上。今年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，所以防守端都会缩得比较小，禁区相对的就很难攻哦。这边有身材的优势，林志杰在往里面交，让谢宗荣摆进之后还要到犯规。那两个后卫是李凯燕跟洪志善，至于在勇士的一二号是周桂宇跟林志杰。宗荣硬起来了，这种200公分的洋将，他也是攻击能力很好哦。哇，新北飙风玫瑰这个手感。这个挑篮其实相当不容易哦。因为是一个反向的球被拨一下，进攻时间还有10秒钟，辛特利跨步进来挑战篮筐，一连吃掉两个防守球员，志杰球被偷掉，那凯燕要来飙起来吗？回头找戴维斯，这是一个脱身的双手扣篮，非常有经验的 Manico 打到富邦勇士平均可以攻下26分9个篮板，那投进4.5个3分哦。陈俊南一上，洪凯杰自己切入到篮底下挑战篮筐，摆进两分。哇，凯杰适时的这个两分很重要哦。李凯燕，小胖必须也来拆这个三分的炸弹。今天新北国王接球，其实廷恩不用说太多。因为凯杰的防守并没有失位，那反而是被小胖投一个三分不太划算。
这边的三分球后撤步，穆勒斯在拉下这个进攻篮板，最后还是给拜，最后还是要给到低位的熊大，这边硬扛禁区，吃掉了补防的新特利，越小。篮底下 Perry Jones 这边有一吐怨气的机会，让他来一个双手扣。曼尼高到篮底下，这边曾祥基的中距离，穆勒斯到篮底下挑战篮筐，苏世轩这个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加二，还有 N1 机会，因为前面的穆勒斯当中线篮底下要挑战穆伦斯，球还在他的手上，最后是新特利来投进这个三分球，因为第一时间裁判的手势看得很清楚，告诉现场场上的选手，阿敏的中距离投射空心入网，他们团队犯规只有三次，来看一下洪凯杰来分给中线，这个勉强的出手把这个炸弹给拆掉，来看一下往里面掉 Byron Mullen， 篮底下绝对的身高优势摆进两分，这边飞到禁区接获队友传球的是曾祥，苏伟这边应该要赶快处理球，剩下三秒钟的时间，必须来丢这个炸弹， Kenny Manigo 在时间到点之前出现，哇，这是53-42，穆勒斯固定机会，这是他的热区，这个地方不能放他投啊！已经快20分的领先了。林书伟，三分给曼尼高，哇！最后3秒钟以内，这边交叉过后，周桂宇这边来打林书伟，志杰 hand off 之后直接投篮，补一个三分回来，成功止血。法老进来这一球放枪没有摆进。金特利转换快攻来投一个三分球，这是一波6-0的抛投。Manigo 保护住这个防守篮板，前面偷跑的是杨敬敏，成功 touchdown 得分。我们越看这球，敏哥出手完还在跟，我是用右手把球给塞进去。这球桂宇太大意了，我连续喊了一个暂停，又投了两个三分，结果回来都是运气有一点点。进攻时间9秒钟。直接发一个大号三分球 ，Michael Singletary 在第三节给到金榜，第二时间的出手，这球没有摆进。穆勒斯篮底下，他就是最高的那位球员啊，给了一个助攻啊。曾祥军要找队友的配合 ，Perry Jones 挡拆过后，这个垫步相当精彩，用左手摆进。哇，还是没进啊！第三节的出手弹道有比较直，但都差了一点点。哦，这边换野兽林志杰，他跟新特利两个人都在。富邦勇士把球给推到前场，这边捡停照停在中距离，这是一个两分，双方回到了个位数的差距。他们场上是由戴维斯来打到5号 ，hand off 之后林志杰直接出手，野兽。穆勒斯直接来一个中距离，上来就有分。简廷照一样停在中距离的出手，再来一个两分球。第三节换他是任务。志杰的超节，前面要百米赛跑，躲得过曼尼高吗？闪过了 Manigo 的封阻，最后是摆进两分。哇，三节是志杰在找队友，最后5秒钟的进攻时间。Michael Singletary 在谷顶再来一个三分球，双方回到完全不同啊。Manigo 分球，左边底线是李凯燕，也飘进这个三分球，还以颜色，在第三节位。阿敏这边停在中距离投一个 long two， 篮底下戴维斯，他有一个身高优势摆进这两分，15-68。林书伟在弧顶的位置
面对老东家，不要你一分就好了。篮底下穆勒斯飞进来，摆进这两分。陈廷照再给球，洪凯杰第二时间的出手，晃过了防守球员。这个三分球对太多接了，就分给阿敏。三分球篮底下空接的是林凯燕，摆进两分。追球持球，在第四节，国王这个双位凯燕加上苏伟摆上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另外相当重要的人物就身材刚刚对位到辛特利了，就的确比较难干扰他。这边辛特利回一个三分球，八分的差距。辛特利这边要到了戴维斯的犯规，比赛还没有走远啊！富邦勇士这边球被点了一下，发生了失误。林书伟有看到前面的曼尼高吗？直接挑战篮筐，吃掉了 Michael Singletary Kenny Manigo。 哇，一攻一守，曾祥军最后在篮底下摆进这两分。海燕再给左换边，苏伟自己在弧顶的三分球，他的得分找队友再慢一波。第四节他的进攻哇很强啊，最后再来一个反手拉杆，致敬昨天的林金。 Kenny Manigo 要再来秀一波吗？最后给到杨敬敏，在中距的抛投再加两分上去，两分上去。今天蔡文成两分，场边的新北国王球员已经是相当的嗨了，跟着现场倒数一起迎接胜利。我们要恭喜新北国王95-83击败了台北富邦勇士，拿下一个对战的四连胜。